界上的特产，在全世界产量中，中国占95%，朝鲜、日本占5%。在全国产量中，东北又占80%，胶东等地20%。东北有着丰富的柞树林，正是放养柞蚕的好地方。人民政府为了扶植和发展柞蚕业，设立了蚕业试验场。放春蚕以前，第一步工作就是选种，把坏的茧种都挑出去，挑选好的茧种都要把它穿成茧串。穿成的茧串要量长短，长短一样了就挂起来。挂茧的屋子里不要潮湿，也不要太热，所以挂茧的时候要离地1.5米高才好。这样过了3-5天，茧里面的蚕蛹慢慢的变成了蚕蛾，蛾子咬破了茧，从茧中探出头来，呼吸着新鲜空气。把钻出来的蛾子都剪下来，这是雄蛾，这是雌蛾。雌蛾比雄蛾肚子大，触角长。这些筐子里装的都是雄蛾，到了晚上把筐子翻过来，好和雌蛾交配。这是晾蛾架，架上晾的都是雌蛾，等雌蛾的翅膀张开以后就剪下来，送到雄蛾筐中交配。交配中要避免灯光的刺激。好的蛾子要放到空气流通的筐边上，开了蛾队，把雄蛾丢掉，光剩下雌蛾，准备用肉眼检查。检查雌蛾的肚子，如果发现了有病的，就丢掉它。把没有病的雌蛾装到一个有封孔的纸口袋里，让它单独在里面产卵，就不能和别的蛾子产的卵混起来了。过了3-5天，蛾子就产卵在纸口袋里。把产过卵的蛾子从纸口袋里面拿出来，撕下它的肚子放到小盘里，再倒进去药水，把蛾肚子研碎了，好用显微镜检查。
在扩大到700倍的显微镜下，就能看清楚产过卵的蛾子是不是有病。经过检查后，没有病的蛾子，它的殖口袋里的卵粒才是优良的品种。检查好了的卵粒要用清水冲洗，洗掉它上面不干净的东西。卵粒洗净了，薄薄的摊在扁里，好使它尽快的晾干。晾干了以后就要开始卵种了。这些卵粒要经过加温才能孵化。为了了解卵粒发育的情况，从扁里拿出几粒卵粒，加热到90度以上，就能知道卵粒的胚子发育的程度。卵粒经过一个星期左右就孵出大批的异蚕来，蚕工在扁里面放上小树枝，让异蚕爬到树枝上去，等这些树枝上爬满异蚕，就把这些树枝放到火笼里送上山去。蛾蚕不同于桑蚕，它不是养在蚕民的家里，而是放养在山野的蛾树林里。蚕工们把爬有异蚕的树枝放到蛾树上，让它爬到新的枝叶上去。异蚕过了一年就变成二龄了，树上的蛾叶吃光了就得把它挪到别的树上去，这叫做移蚕。蛾蚕受着蚕工们的细心饲养，饱食在食料丰富的蛾树林里，度过了4年5龄，它逐渐长得肥胖而粗壮。这是一个病蚕，得病的原因是因为选种不仔细，育种受了热，或检查不彻底不清洁。一般蚕民的蚕这样的病蚕比较多，这是使用初步的科学养蚕方法养育的健康的蚕。蚕场上常常飞来麻雀、山雀、乌鸦等各种害鸟来偷吃蛾蚕，这样就必须加强看蚕工作，才能保障蚕的丰收。蚕长成了，它就发挥卓越的纺织天才，吐丝结成茧，把自己包藏在丝织的茧中，安静地独自在里面退化成蛹。
现在东北丝茧的产量，在人民政府积极扶持下，1949年可产25亿粒。如果能够完全恢复和发展过去，每年可收200亿粒。随着科学进步和生产力提高，每年可收400亿粒。着蚕茧可以烧丝，着蚕丝坚韧、耐水、耐热，有弹性和保温性，可以织成茧绸、袜子、手套和人造毛皮，也可以做成防弹背心、电线内芯、降落伞、汽车轮带线绳，所以它不仅可以用在轻工业上，对于国防工业的贡献上也是很大的，在我们目前经济建设上有很大的重要性，让我们用更大的努力来发展新中国的着蚕业。